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为了你耍诈，先把这锁死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先锁死，我怕你给我放了。来，自己能拎得动吗？哇塞，这怎么办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蒋哥，大淼来了。不是很热情啊，看到我，我主要是想你了，又不是来钓鱼的，只是顺道来钓鱼而已。我信你个鬼！上次我还有一次白玩，我去玩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上次这个票也给你退了，饭也那个已经吃了，算了吧，啊？为什么要算了？我大老远来了，你说算就算了。大老远来了，钓呗，钓了把它放了。不要，我要带走。一定要带走。一定要带走。称斤算，一斤两块二十。你疯了！我为什么要来钓金塘？爱钓就钓，不钓拉倒。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压根你就是没想让我钓是吗？要不就玩个大的。怎么玩？你说一个一口价，然后你按十五一斤把我的鱼给收了，怎么样？你准备玩多久？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，你不是？给你800行吧。三个小时你不是？2000。2000。你抢啊！我说了2000，爱钓就钓。别人都是200块一个小时，你要我三个小时2000块。别人是人，你不是人，爱钓就钓，不钓就算了。来，拿出来。挺狠啊，今天很干脆啊。你要玩大的，我就奉陪到底。来，能便宜吗？不能便宜，不跟你讲情面。到了。行。我收拾好装备，你再给我计时啊。钱到账，现在就开始计时。无赖啊！赶快，就这样，我没空跟你玩。你看看今天到底是你盘我还是我盘你？还盼着你了。今天我们依旧选用9米的杆子，然后短线来做钓，感觉今天着急忙慌的，什么还没干呢，10分钟就过去了。他这个计时给我记得太早了。今天我买了50斤螺丝，就要好好盘一盘。蒋哥用到的是8米1的8号线组，线比杆子要稍微短了一些，这样可以快速的回鱼。我选用是比较小的一个脆螺，然后刮肉。哎，这是毛的，这个不是正口，也不是个大个。哇塞，这是个什么鱼？什么玩意儿？挺小的，这么大劲儿。哇塞，这也算青鱼是吗？哎，什么鬼？我的盆，我本来想给你们看一看的，别看了，直接下户吧。哎，挺长的，好像还是看一看吧。挺长的啊，第一尾。哎，大抄网的好处就是啥都可以捞。哇，中了，第二尾，刚打完窝它就来了。哇塞，这个大了，这个是个正经鱼了。大哥快抄鱼。好了吗？这个比刚刚那个要大一些啊。今天钓的鱼的个体都不太适合15块钱一斤回收呢，适合100块钱一条。第二位下货。两条鱼都是挂这个小的打窝的这个石螺上来的，这个脆螺有可能是吃不到去。今天买的螺丝都有点偏小的，果然就是便宜没好货，7毛钱一斤。哇，又中了第三尾。哇，15分钟之内钓了3条鱼，照这个节奏下去，董哥来呀，董哥！啊，双尾，贴了一个线，我要绑钩了。今天失策了，给蒋哥转账以后，蒋哥直接开始给我计时了，我连钩子都没有准备好。其实按道理来讲，我应该先绑好3套钩子的，没关系，咱们现在鱼货有优势。随时绑啊，搞里头别搞外头了啊，搞里头，漂亮。哎，这是个鲤鱼吧？哇，又来了。董哥呀，都怪你，你不在后面待着吗？我这个鱼明明可以直接飞超的。哇塞，他总是想绕桩。哇，这个大，这个是最大的一尾了，应该。啊，蒋哥如果看到我们这样抱脸的话，他的内心应该是在滴血吧。快，我放进去啊。喂，蒋哥，这是最大的一个，我15块钱，你是蒋哥的托，对吧？他
雇你来，他雇你来的。来了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五尾鱼。自从上一次被董哥给放跑了以后一个小时都没有口，我都无语了。董哥这条要是再跑了，我就把你推到水里去。哎呀，不行，耗不动了。这一个小时虽然没钓鱼，但是太阳已经把我的力气都给晒光了。可以尝了，董哥，可以了，拔不住了。哇塞，什么技术呀。看，这是我们钓的第五尾青鱼，这是目前最大的，有个十大几斤吧，下货了。这几个呢？暂时是被你盘了，暂时现在让你领先一局，但是我们还有后半场，都不要着急。天这样子，你看我盘不盘你啊？时间就是金钱啊，已经过去快两个点了，再不盘它我就盘不了了，快拽线，我都溜不动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个不大，十斤，漂亮。这也太快了。我叫王大三秒。哎，别跑了，哎呦，晃了一批，漂亮。哇，来了！哇，刺激！越往后中的每一条鱼都比原来钓的刺激，因为我没有力气了，我感觉它的力气好大呀！啊，不行，没有力气，不行，杆子立不起来了。这条鱼其实不是很大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劲了。快去帮我抄鱼啊！多一分钟我都不想溜，这么小，它简直是在侮辱我！它是自己跳进来的吗，大哥？今天鱼抄的不错。晚上给你加个鱼饵。看这个鱼小的时候肯定是受伤过呢，它有一点歪，我们给它下护了，已经记不住这是第几条了，还得是我自己往鱼护里面放，刚刚又被摄影师给放跑了一条，可恶，你们都是老板的托吧。漂亮，哎呦，哇塞，差点没拔住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一定要找一个专业帮抄的。不行了，快抄呀，抓紧时间抄呀，再不抄我就被拖进去了。不行了，钓不动了，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呀？快下护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像拎了一头猪，其实挺轻的，但是感觉像拎了100斤的东西。不要跑！我今天都跑了三条了，多一条都不行。下去吧你！哇，又中了！飞起来！蒋哥，刚刚好到中了，这条起来。还有三五分钟吧，我刚刚看表了，好不好？你别讹我啊！刚刚好到，这条鱼算了。刚刚好到，就给我算这条鱼就算。这条鱼合起来算了。算了算，爱你哟，比心，江哥。上不上岸还不知道呢，今天马上就要揭开谜底了，蒋哥说到时间了哇！蒋哥，你给我好好的，啊，漂亮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收竿鱼了，到底能不能盘蒋哥就看天意了。下货。哎呀，我的宝贝！哎，等会儿，为了你耍诈，先把这锁死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先锁死，我怕你给我放了。哈哈，自己能拎得动吗？我差不多有100斤了。连人一起上。106公斤。106公斤去掉我人。你60公斤。62公斤，我才钓了40多公斤，80斤鱼，80×15，2000多，正好算。你怎么算的？你不要管我算的对不对，你就说我算的快不快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啊，你不是人，真的不是人，你是算错误的。总共呢80斤，我刚刚算啊是1200块钱，那就是我钓了2000，然后被盘了600，是吗？这下对了，没错了。对，怎么着呀？今天晚上我安排你，还是你安排我呀？我安排你，没事。今天我又被盘了，记得点个双击加关注，下次我一定要盘回来。